坐车沟通啊，哎，做不一样，做派呀，做派呀，现在集体口味了啊，集体口味了，哎，集体口味了啊，被人家接受了，接他出牌啊，这段时间让更多的美国民众啊看明白了，哎，主牌到底是什么货色啊？看明白了，那个主牌到底什么货色啊？看明白了，主牌到底什么货色啊？人们越来越多的，抛弃了那主牌，越来越多的抛弃了主牌，已经直接导致了选举格局的变化啊。直接导致了实际，选举格局的变化啊，原来是，这个做派啊，现在越来越明白是一个社会的毒瘤啊，社会稳定的毒瘤啊，社会稳定的毒瘤啊，好，知道了，这个毒瘤啊，必须要清除掉啊，不清除掉是，这个社会永无宁日，永无宁日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，再见。